一下，我们家的腰牛币葵花熟了，今年种的多，所以我们打算便宜买。来，我给你打开一个，看看它的品质，哪个都是果肉翠绿，瓜子金黄，吃起来酥脆香甜。如果你们喜欢吃，就这么好的品质，一件也是批发价，你带一份尝尝。